面我看到左右边左右边哪边一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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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科不要龙科啦夸我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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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开暗路就是因为他是最后一波爆发的关键卡、啊、不要再天降了啦第一关他妈一降，刚他妈个只降一汤包，你冲他死哟！习惯脾气这样下去哟啊！你这以为我脾气那么好的啊？再好的脾气他妈的都被你弄到爆炸了、啊！这当人家脾气嘛，当然好欺负的啊！很好欺负的意思就对了啊！这个很好欺负的意思就对了，你在做什么啦？交往到这么极端的队伍，我真是佩服你。四点了，如果有事要休息，就可以先去休息，没有关系。对，片盾形状就是不能太急吧？他那个 LT 的，基本上对我来讲是很伤我的倍率的。光卡太鸡巴了，光卡是鸡巴没错，可是我转珠被那拼图盾跟那个弄到了，十康博盾，我开主角真的转不到十康啊，就是你版面对我来讲要很漂亮才可以、啊，版面不够漂亮，我刚都已经叠珠了，都已经绿过了，也只做八康而已啊。就像这个啊，这个叠成这样，按八没升华师，对我按八没升华师啊，开妲己手消六系那个可以考虑一下，妲己手消六系那个部分可以考虑一下。这次版面比较好哎，靠背啊，好过头了吧？我龙科都这样被吃掉的啦。三个阶段第一段击吧，对啊。其实我很讨厌武器系统，超讨厌。啊呵！哦，可以。龙哥被我捏住，没有开了。龙哥的真伤还是比较多啦，这没办法，这不真事实。然后少一康，没吃亏的呀，干！我来跟你客气哦，我再跟你磨 CD 哦，
今天是怎样？桌子可以卡成这样子？我发现我今天龙哥 也被动手脚了呀！过来，阿后阿后阿后，金能杀喜哥哦，光出五颗，有一丢丢的希望，有一丢丢的希望，有一丢丢了。那五颗不要狠的六颗哦，哦有机会了，机会了。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！各位，机会来了，就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起来，起来，麦克困了，麦克困了。带走！不要让他残血！哦，干我叫你气死我了，干老师哎！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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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走。玩个他妈的地狱，玩的他妈的傻笑，是有心术能撑着，是他妈撑的，我有点快疯了，这怎么撑啊？该换个位置啊！可不可以 给好一点的位置？ cosine 45度角你觉得怎样？听不懂数学吗？ cosine 45度角 OK 吗？应该是 OK， 他有听懂，他有听懂，他有听懂。他有听懂，他有听懂，他有听懂。我刚刚讲 cosine 45度角，他听得懂，他听得懂中文。哦，各位可以起来了，可以起床了。起床了，各位，烟抽两包了 ，OK 啦，给我一波七啊，各位，妈你个逼耶，一波七先刷没关系，一波七先刷没关系，你们先刷一波七啦，我等一下好好给他料理一下，给他个料理鼠王哈，可以开始刷了，可以开始刷了，哦，这真正要吃运气的关卡呢。可以开始刷了啊！各位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没有？对，整个亏，听讲打几整板是几倍啊？你在死啊你哦！看老师哎，刷到他妈看不到画面，整个他那看不到画面，对，就这样一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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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刷一刷。哦，这看起来哦，很老实哎，画这画面就是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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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击 2.5 倍啊！你再进啊你，我等下带你一顶天降狂狂掉，狂狂掉！哦，三颗强化珠，你死啊你！啊，起啦起啦起啦！一波七一波七一波七呀一波七呀！刷刷刷刷，我看到画面，我看到左右边两边一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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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科不要龙科啦，看好哦！欧啦 KO！ 应该没有太大声吧？